走吧，慢慢的，宝贝儿。嗯。妈妈。哎。我们又来玩那个游戏好不好？玩哪个游戏啊？但是这个是下坡哟，宝贝儿。没事没事。可以吗？不过，哎呦。怎么啦？没事，没事，我只要给自己努力，我一定会办到的。你好棒！那妈妈在哪里？在前面还是后面？旁边。好的，那你自己慢一点哦。嗯。哦，还要把口罩戴上吗？啊，我们豆豆真棒，戴不戴嘛？来，妈妈，妈妈帮忙啊！戴着手套不方便。哎呦，好，还要捏一下。好的。我们会见吗？嗯。我不会。我不会。我啊。我能刷都也刷得过他的。啊，阿姨好。嗯，走吧，宝贝儿。哎。拜拜。妈妈今天给我煮什么好吃的呀？哦，好的。你走吧，妈妈在后面，宝贝，放松一点哦。我们结束了哟，这次的游戏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走的不太好，而且也摔跤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脚踏实地，因为如果下坡的话，你脚不踩好的话，就很容易摔跤，很危险，知道吗？没关系，下次努力好吗？嗯，好，走吧。妈妈，嗯，好，走上坡。来吧，宝贝儿。但是我有一点点绊到了哟。嗯，是的，还是很棒的，嗯。